人如果不为自己的梦想去创业，一定会为别人的梦想去打工，勇敢地去追求你想要的，为我们的生活而战，为我们的梦想而活。很多时不是看到希望才去坚持，而是因为坚持了才会看到希望。很多人他们想改变生活，但是却不愿意改变自己。我们改变不了环境，但是我们可以改变自己。其实我们可以跟大多数的人不一样，成为少数20%的人，提升收入来实现我们的梦想。80%大多数的普通人要先看到后相信，但是20%的成功者是先相信后做到。而你呢？风决定树的方向，而人决定自己的方向。人生只有一次，你可以平凡无奇感觉，亦都可以充满意义精彩丰富的行。过去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决定一定要成功。成功就由这一刻开始。